好了，今天又继续来三国啦。应该说这个下午要继续来三国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不免俗，要先看个广告，管他什么，这个猫咪大战争也蛮久的了。不管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六个命令书。然后非常大的一个领土啊。我们必须要选择好我们要跟谁打。然后说我都没有一个什么想好想法。我现在唯一的想打就是他们而已啊。真不懂他们民众这么低怎么还可以活这么久。人民都不会暴动的嘛。好了不管。我们再继续累积一点名声好了。这边有个在野。应该可以啦。好。董图呢？那个字感觉像念茶，可是那是图。找到，招募到了，呵呵呵。哦，又是受伤。感觉 AI 还是没在动啊，真是奇怪呢。那我们该打谁呀？好吧，我们也把他们两个兵给弄满，然后我们也招他一起来打。居然连乌兰都给我受伤，好了，我们要准备好攻向长安，我们快速的招了一堆兵。掉了一点点而已。
基本上我们就一直努力的往前攻击呀。星野一道襄阳，好。张绣的民众很低呀、啊。庞统、庞毅，江州啊，江州只有那个吕威衡呢、欸。不知道他找不找得到，应该是不可能。算了，也不要不给他机会尝试。没有发现，果然。还忘记把兵配给他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哦，他还需要训练一下。开发一级，OK。哦，好啦，我们也经历了一点准备呀，对吧？现在该是让天下的敌人得到制裁的时候了，是吧？来吧，我们来让天下的敌人得到制裁。哦，他们那边有在野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那就好。来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你们。啊，先点科技，不然我每次都忘记。我们需要强骑兵。好，来吧，让你见识我们的力量。哦，这是军次很高，军师很多，很大型啊！来吧，哦，10万的部队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岩岩所部会在右下方这边出来，我这是很靠近他们城门这边。然后我们主军会在左下侧出来。然后那岩岩跟全虫必须要用那个，哦。刚好没平地震哦，好吧。为什么都没平地震啦、啊？算了。好，其他人刚刚好。Let's go, EXO 啊！斩杀，打败超敌，夺回都城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打败超敌，李傕。董承、郭攸之、许靖，哦，我们要在山上跟他们打嘛？想不到是在右，也是在这边，好吧，跟我猜的不一样。我们就把大战设在山上。看来国优之前跟我们打，然后我们就要如他的顺他的意。
这边的位置有点不好，跟我猜的不太一样。哦，攻击我们的侧面，但他承受了很巨大的伤亡。还想来，但他是射箭队的，不要，好，投掷 KK，哦，没打死，但是好痛，而且才10点的伤害，好，我们把他冲死吧，GG，被孙权击败，啊，被抓了，我不想学。说说你太史慈搞不会中招啊？他要远箭，然后就换他阵型到水阵，等下让他到水边再射箭。好，孙权去占第一个城，孙策很好，我们夺下了守城啊。陈府君还在受困于山上。应该这么快走，他们没平地一阵真的蛮麻烦的，他们得慢慢来。那个家伙回去守了，大概是因为第一层被突破了吧。来，他不要，呵呵，没关系，我们重点是让孙策进去。正成功嘞！啊呜！哦，真是的，活石成功吧？哦，成功了，也烧起来了。甘宁就在这边协助那个好了，因为他们敌军是会从桥这边出来的吧？失败了，真是的。起码不会被打了，呵呵。修棍棍哦，甘宁也有眼镜，应该是从那个方向射得到的。还搞要用自相残杀那一招，有个烦的。哎，为什么不失败呢？啊呜！修棍棍哦。小滚滚哦，哎，只好赶快让他拿城池，啊，拿城池 ，attack， 还好，毕竟他是公正，他没办法跟我打近战的。烧吧，烧死你这兔崽子！哎，敌军来了，他的援军到了。哦，杨修、钟繇，哇，还出现在那哦。
真是蛮糟糕的发展啊！他怎么可以马上换真人攻击啊？但是他受伤好重哦！哦，他训练不够啊，所以说根本不需要怕嘛。好卷哦！哎，真是的。啊，又发火了，突然被打败了。哎，算了，没事就好。痛死了！嗯，动车的训练好像也蛮足够的。至于我们的敌人，他根本不足为惧嘛，叫我们用乱箭射死他。啊，烧了，减十二，不错，修棍棍哦。果然他会攻击那些地面部队啊，哦，很痛，还给他来。虽然说太史慈不也会损失，但是他会死，哦，扣十而已，哼，被抓了，嗯，这次还是别放他走好了，他的武勇太高了，他可以那个做的事也很多。修，哼，就把你原地给烧死。你等下走桥这边过来好了。他剩下12000，失败了，可恶！你为什么打中部队可以给我减一呢？哎，算了。看一下21，他不会跟我打的。揍你，还 OK。我们的时间还很多，应该啦。哦，这边都是烧的。有时候真希望能快转一下，这个过程有点久。哇，火箭呢？哇，又烧起来了！快撤，快撤！小滚滚哦！可以走到桥这边来。嗯，剩10005了。有火我也过不去，真是的。火。捡尸有点少，嗯，没火了，呵呵。可是我这边也不好，
跟我猜的一样。攻击方圆阵并不是什么好主意，就是。也许我们要退守那里，你的孙策要一直承受伤害，突击啊！呵，够多够多，但我们也蒙受了一点损伤，啊，动不了，你就过去，呵，减八还好，好啦，我们直接突进去。冲啊！严严守部吧，好吧，还可以。先不要靠近太多，因为他肯定有那个技能可以伏兵一下。伏兵技能很烦的。加十真的很烦。哇，果然来了，呵呵。又是火箭。哦，没事。哦，怎么都没中啊。来，终于中一次。冲进去，冲进去，占领 ，yes。太好了，啊，被抓住了，看来我们快要赢了，啊，不过杨修需要注意一下，万能演习，对，今天是万能演习。啊，反正这时候就好好看我的影片，不要到处晃。好，我不是要刻意的这样子。哦，他也有活石。这谁啊？张任。哦，不错，没烧起来，可恶。好吧，我们就用这些工队慢慢打。啊，怎么还是没有扣哦？没有烧到。哎，不要！呵呵，我现在是他21武力耶。我烧了，修棍棍呢？他战斗力太差了。哎，被烧，可恶，居然中了！怎么一直受重伤啊？他的攻防很差。好，他背对我们了，正好。哦，修棍棍哦，我就把你烧死。乖乖受烧吧！哦，都中了，有烧。他剩下6800，不错。这边太多那个了，太多选项了。哼，我把你这书生给打死。
哦，不要再冲了！你看，对手人太多了，这不是办，这是没办法了。哦，为什么你冲不远呢？算了。哦，他烧起来了。他只能赶快走吧，他应该不会靠近。然后他撤了。方圆阵的状况下，他是很能打的。哦，这真的很烦。但是我们也没那个速度，我还没有那么快能击败敌人。扣三呢，剩5400。人有点少了，哦，爷爷的乱人技能真的蛮好用的。你跟我开玩笑吗？烧孙策。好恢复了，可恶！拜托撑住啊！烧起来，没有。哦，没有中。哦，可以死。进去哟！他又只有冲一下，他永明那么低吗？都烧起来了，然后这边都没有烧哦，啊，烧死你啊！他又撤退了，啊，看来对我们的张任军是不行了，诶，好像还有机会啊，没有被打败了，哎，真是的。点酒，有烧吗？有，不错。不是要打倒还要很久嘞，真是的。火越烧越旺，根本没办法那个。这边的火倒是都没有，真的有够神的。觉得不能一直被他打。他撤退。碱酒，但是有没有烧？没有。哦，没中那个就好了。哦，他只冲了一下，哎，算了，只是沼泽。不能说啊，冲快一点这样子，哎。哦，只有烧城堡。哇。
哇，好烫！没办法啦，只能前进。他怎么觉得他打得过我？减六。啊，射箭又来，啊，14。烧了，哎，减四，哎，他刚好死掉了，他这样不好啊，我这样进不去。我总觉得被开一个大玩笑。哎，算了也好。哦，还在，他把我要进去的路都给烧掉了，我们就绕水路吧，撤退。到处烧，到处烧，哦！我想撤退了吗？哦，终于可以了。我得消一下他们的兵量啊。好吧，虽然是不是很成功的一次，就算了吧。我们胜利了，修理。呀，这场仗真是有够长的。啊，我们打了剩到10天才赢。哇，好。起码我们赢了嘛，好，我们来看看。虽然说你很麻烦，但我还是放了你一把。唉，放。我一向都对人很仁义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处理。把我儿子招过来。
哇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们占领长安，总之我们夺回了都城啊。长安只要管得好，就能又很那个，就能很安全。好了，我们要先跟曹操和好才行。哦，我们这个实际上还是不用攻击他们的。交给你了，很好，这样的也免得被他们攻击。这边是钟繇，我们要不要先去打他？然后这边是他们的主城。不管，我们先恢复重要的东西再说吧。连孙策也受伤。我们得先把这边救起来。真可怕欸，居然把这个给弄，整个弄成这样。秋天了啊，我们打完这场仗，发生暴动，算了，我就继续管这个就好了。左慈是不是庐江？这次找不到了，可恶！哦，曹操不是打红龙欸？应该是不会输吧，除非他自己脑残。这样撤退，他还真的自己撤退了。然后他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损伤，觉得有点神奇。他又跑去打了，这次你要过吧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他应该是带着很嬉闹的一个想法来打这个从容的，还或者是说他想让我赶快去解决他，但是我还要重新整编我的队伍，还有要管城市的那个，你要我怎么打他呢？真是一直打嗝。
检查一下，庞统诶，下回合再说吧，反正他只会在我境内走，呵呵，入冬了，10月就入冬了，哼，心也那个一整差，所以才让这边襄阳一直得到兵，好吧，也许我们应该找个机会来灭掉我们长期的好友，跟曹操军前联盟，吕毅住在梓潼，好听一个。会站错，那个流行定也找不到，应该他找不到，啊，想到61啊，还好，长期兵研发完成。关东地区都没发生什么战争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平常袁绍，不对，他现在变袁尚了。袁绍都会去打公孙瓒的时候啊，这场的 AI 真的蛮怪的，只有我在主动进攻，几乎啦，应该这样讲，几乎只有我在主动攻击。你看一下状况，跟我敌对的袁尚蛮高的，但是不关我的事。马腾其实是有机会跟我们攻击的，但是我不想管他。算了，我们该管的时候就管吧。哦，终于回稳了。打个长安之后就一直在，有点麻烦了。可恶的李傕，我一定要找你报仇啊！把一个城弄成明中陵。这家伙其实也是真的很厉害啊！这么棒，这算是首都啊！他能把首都搞成这样，是很厉害啊！看一下，他应该训练都已经完了，真是的。但是兵力有点太少，有些家伙是根本没补兵的。李傕自己根本也没兵，哎，真蠢哎。时机到就去把他干掉。
我们就先努力吧，先回复军队，回到水准。爹正在招募我们要趁他快不行的时候。好吧，我们得快一点啊。真是麻烦，我倒是有个新的想法。哎，刚才都不说话，现在认真思考的说。为什么我又再给他一次呢？我搞错了啊！算了。李爵嘛，我们要不要到底要不要现在就去灭他？但是训练度不足啊。我蛮累，那就先巡查吧。曹操跑去打袁术了，都希望他这次是认真的。哦，好吧，好认真哦，带好多兵哦。哦，恭喜你。好，呵呵，真的要恭喜一下曹操啊，猛打住成都。张毅是谁啊？先不管吧。哦，刘备攻击，不知道他带多少，9万哦。然后他不打算支援交，应该是因为被封锁了，所以没办法。不知道袁术是不是在交，如果是在交的话，这就完蛋了，他的袁术帝国就这样没了，他的对他的新朝就这样没了。如果他在这的话，哦，他的儿子，他众将，呵呵呵。哇，超糟糕的！哦，不过他也收了一些蛮杂七杂八的家伙啊，真的很杂七杂八哎。哦，哎，这是谁啊？哦，这是我伯父的儿子吗？那不管了。
反正你被打是你的事，不关我屁事啊！哎 然后我们一定要去打红龙了。看一下训练，他们这周训练得很好，We fight then. 好，Let's go。根据我的判断嘛，我们肯定又都是从左下角来的啦。感觉是平原为主。如果有平原阵就换吧。没有。算了，我们给他继续射箭。淳朴吗？对，继续演乐。对你也是。哦，你用这个锥形是最简单的，他都山上的，不愧是3D 战士啊！来吧，我们不会畏惧敌人的。红龙之战，大概应该都是，哇，这是一直列的那种啊。放在最角落，我看你怎么来。好啦，我们必须击溃敌人了。他们打算坚守不出。这么绕过去，不知道啊，没绕不过去啦。真不懂为什么这样设计。大军压境，哼！哎呦，他主动攻击我耶，真是让我意外。看来他也要来，哦，一起来。他们大概知道他们这样不这样主动是不行的。别充实自己啦！充实自己他们大概都不会动。哎、欸，哇，中招，糟糕，得把那个赶快打死。哇，他挡住我所有的去路哎。
确实啊，是呢，抓到了。烧吧，没有，好吧。这应该是关吧，对，这是关。好痛！什么色那里啊？怎么懂？哇，我们全堵在这了。哦、没有没有那个了，我烟烟来了。他就知道。来吧，我们就把他射死了。暴击啊！软射啊，他就有这个能力，笨死了。啊，又中了，算了，那我们就先把他打倒好了。老实说，我不希望孙策一直减员，但是他就是一直受重伤，还没完哦，哦真是的。哎，先回本营吧。火卷往后烧了。孙权哦，孙权重伤，算了。这火要不要灭啊？真是，真蠢，没有用。
等下千万别再用火箭了。又烧进来哇！你嘞，我到底要怎么打啊？唉，这关口真的太狭隘了，没办法动啊。下雨吧，来天雨吧。哦，真过不过去哦。糟糕了呢！我觉得我会承受很糟糕的伤，哦，很糟糕的状况。下雨，但是又过不去。到底是干嘛？正在整我吗？为什么那里就偏偏不灭掉啊？啊，灭了灭了，真是的。然后他们就已经又跑来。哎，没有，好险，我们终于进来了。下次如果你们也来打红龙战役的话，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子啊，各位。烦死了！为了闯进关口，牺牲那么多日天数，看他能干嘛。哎、欸，他中了！哇，他还有远见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哦，应该是看不到。哎、欸，又给我烧，哦，算了。去死啦！真是的。哦，他又让我乱成一团了。来呀、啊，可不要，他怎么可能要啊？哦，修棍棍哦，哼，让你尝尝地狱的怒火。偷这个 key， 哎，主人的武用敏果然有点低，算了，反正我们能把杨秀打倒就好了。他又给我，他这是对主人，真糟糕。修棍棍哦，没成功。哎，算挡住。我也在此。
哇，烧到那个。怎么连甘宁你都这样啊？我们真的时间不够了，应该我是指战斗的日子不够了。先结束吧。哇，居然扫进来了！他乱了谁？哦，他乱了甘宁。哦，真的是很烦呢。糟了，真是的，烦死了！哦，没火了，算了，也不差。这边太狭窄了，不能一直这样放火放火放火。唉，放火了就挡住整个路。那果然要射向那里。哦，算了，我现在可以绕过你，不差。他果然只能选择一个 run， 哼哼。哦，终于干掉你了，养修战死，哈，你应得的。背后应该是这，哦，又没什么时间了。我们得赶快打倒这个家伙，他有没有很强？
我有点烧我。嗯，不错，我们赶快尽快把这家伙给打败吧。嗯，很好哦，终于养膘战死，好吧，虽然有点可惜，但养膘战死，这么聪明的人。好了，我拿下来，终于放，有活着就放吧。董承夏也，哦，他们没有那个 K 就对了。有点不太懂为什么是钟繇继承那个位置。我们召唤几个能臣来吧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差不多要，对，我们先跟曹操是很好的嘛。喂，哦，他是打钟繇，吓到我了，有点吓到我了，真的有点吓到我了。钟繇一下就输了，哇，这根本趁人之危啊！拜拜，他好不容易复辟了，其实。我们要纵观他的意思，纵观他的势力发展，其实他原本是在建业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他经过流离，他好不容易在安定又恢复他的领地，也算是他又恢复他的君主的身份，然后马特就把他打死了，哈哈，真是个精彩的故事，有点悲催啊，悲催啊。其实我们应该把那个灯用走。这家伙他有很大的兵量，会很麻烦。我把人召唤到红龙来，要找谁？李严跟董突那就好了，等董突那跟谁呢？确凿看一下，他是过阳太守，那就算了。许靖好了，然后在红龙的签到那个去。
秋天，也许我们的2080年就结束这一集，对，我们要，总不得不说，首都圈这边的战争总是很糟糕的困难，司马朗之路，不关我的事，开发吧，等扫平这一带之后，我们得去。把上京周给拿回来，上京周就是上庸跟星野啦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拿回来，然后其实现在势力发展很出乎我的意料啦，袁尚的部队嘛，袁尚的军团，然后曹操他也不会想攻击我的，但他们的城市也多了起来，他们的米量很多。现在大家很多没什么米的问题，对啊，状况就战争会越来越困难了，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将领跟资源来进行。总之，我们要好好的在准备啊，董图拿征兵，给他自己，这是防卫用的。好，我们用孙策募兵吧，哦，好多。周瑜没损，好了，我们恢复军力了，一定程度上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声望也蛮高的，再来，慢慢浓吧。张毅到底是什么？这又是谁？哦，庞统哎，我想登用他，我一直忘记了。哦，他听徐庶的，这边哦对，蔡和还在这里，哦陆逊哎，这个我们要等走，哦他刚好来我们这，这边有谁呢？两个哎，丁奉。诶，他怎么跑来这了？好吧，丁奉必须登用，因为我认识他。诶，他就那个，然后他也来到那个主军，看来我们也得给他们准备士兵才行。既然都来到这了，就给他们准备吧。现在曹操盘踞在这里，我们跟他结盟，没有跟结盟，按错了，结盟，我们跟曹操结盟，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的。交给 A，还不快走，什么东西？他要很多钱就对了，真是的。
好吧，为了大家好。哎、欸，我按到进攻，吼，还按到这么多，结盟，没关系啊。嗯，周瑜亲自去。啊，跟他们结盟会比较好，但是我们一定会跟他们打的啊，这也是肯定的一件事情。嗯，只有他需要那个。哦，入冬了，一下就入冬了。星野哦，又建业人口又增加了。好，听你的。哦，真的超多人呢，超多兵力。我要降的也多哎，哎，真是个麻烦。哦，他还把纪灵给收了。哎，这个徐州刘备，也许我们之后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在准备战争啊。嗯，不管是对曹操也好，还是对刘备也罢，都需要好好的准备才行。总之，嗯，之后的方战略就是先解决张绣，再来看袁绍，看袁术会不会死吧。对，袁术可能不会死，可能会死啊。好，总之状况没很安定。啊，再来吧，征兵，欸，我们只用木的哈。丁奉呢？哦，这是。哦，我们有蛮多军力的，一个庞大的战斗力。但是有庞大的战斗力就得训练。火箭。啊，他应该是什么江东技能都有的啦，反技哦，他可以反抗技能。嗯。看一下，他们需要再训练一下。哎，曹操打袁尚了。嗯，这并不差啦，并不差，看他会打怎样。我觉得他又是来乱的了，到底是不是来乱的呢？嗯，有可能吧。哼哼哼。唉，看曹操这样都有点伤心。你有最好的将领跟最好的臣子，居然打成这样子，一个烂，哦，真是他败北了。但是他很奇怪，败北又不会损太多，唉，真是，算了，我既然还在跟曹操结盟，就不要去想那些了。
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他现在其实基本上就靠西凉了啦。马腾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一举歼灭他的。哦，又有人那个，哦，他明中生20而已，韩遂、马超，会有蛮那个的。邓芝哦，黄权跟马岱，哦，他们都蛮强的。钟繇跑到这边来了。哦，我搞错人啊！钟繇并不是刘繇啦，唉，算了，不管。他会不会又被登用走呢？谁知道？庞德跟马腾在这里哦，马腾是主将。不过这边的家伙就很烂了吧？对，都很一般，有战斗力啦，但是是不够强。好啦，我会想办法解决他们的。算了吧。不过，关于战争的部分，我想下次再打。毕竟也剩这个一个月了。好，我们先看状况吧。对，我们先北上收西凉部分，收凉州，然后再来南下，回到永安来解决张绣，然后解决张绣完，再来看看，再来定夺好了，因为要打刘备或打曹操，都需要很大的那个军事力量才有办法做到。好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目标就先暂时着手在马腾跟张绣，好，结束这个月，又回到春天了，春天是很美妙啦，但是忽冷忽热的，总是会让人有点感冒的感觉。通达，也不关我事，他住在新野，我遇不到他，开发。哦，好，好啦，我们对，就这样吧。我们现在几的方针就是针对在西凉、马腾跟张绣跟这个小江绣这边一样。哦，基本上我们快要打完了这战役了。我们虽然说是快打完了，但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占领的城很多。唉，实际上真的解决掉所有敌人的话，恐怕还很困难呢、啊。要统一整个中国是还要很久的。你们可以看到曹操的兵力，并不，刘备的兵力都很强势啊，就是很不好打。总之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，如同我们，对，我们就是会这样子一直解决我们的困难的这样子的玩家嘛，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要解决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那我们下礼拜的这个时间再会，拜拜。